你看你们想不想看这个游戏哈？等一下，我等到会儿。好了，谢谢奔放九九。这个游戏就玩一盘，来一盘。游戏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一盘的话应该是20分钟到30分钟吧，一盘。20分钟到30分钟。这个其实游戏挺牛逼的，我作为一个非常合格、专业并且牛逼的狙击手，玩这个游戏还是蛮牛逼的。100v100，模拟真实战场。好，快速匹配。老毛子在不在？老毛子在不在？征服战。匹配一下，我们要占领三到六个点，占的点有点像那个阿拉西，有没有玩过魔兽世界阿拉西战场？借陈年送的六六宝剑，有点像阿拉西战场，非常不错。好，匹配到了，匹配到是这边是打阿拉伯，打阿拉伯看看我是这个阿拉伯军还是英军。哎，选一个。占领并防守旗帜，这个不错，谢谢影。我看看我的战争包啊，没有获得战争包，战争包是20块钱一个是吧？优秀战争包90块钱一个，好像有人开包一开几百万，为了一把好枪一开几百万，谢谢杀。反正这游戏枪很重要就是了，好枪真的很重要，一把好枪真的很重要。都是一些要么就是王八盒子啊，毛瑟，要么就是垃圾枪，就我拿的都是垃圾枪，都没什么好枪，特别脑残。输赢不一定，就是再换配置，换了配置之后呢，以后就不会重启了，重启的话大概是2分钟吧。游戏已经准备好了，是否加入 OK 爆炸，等我电脑换好，最近会有点问题。来加入这个，我看看啊，我是阿拉伯，我是侦察兵啊，侦察兵 OK， 就是我们的狙击手啊，这个模拟这个真实的战场，作为狙击手一定要定点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. 啊，这次我们的我操，我们的分数是20分啊，23啊，就是在换配置，换了配置之后呢，以后就不会重启了，重启的话大概是2分钟吧。游戏已经准备好了，是否加入OK爆炸，等我电脑换好，最近会有点问题。
来扎入。这个我看看啊，我是阿拉伯，我是侦察兵啊，侦察兵 ，OK， 就是我们的狙击手啊。这个模拟这个真实的战场，作为狙击手一定要定点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. 啊，这次我们的，我操，我们的分数是20分，啊，23分。我们的红色是我们的方，我们占领了 A、B 基点，啊，对面是 C、D、E、F 点。啊，作为一个狙击手，我要找一个非常好的位置。哎，我操，奇怪了，我队友呢？我战友呢？谢超梦送的绿色钢宝剑。打完一把，看这一把这个能不能打赢。那坦克啊，飞机啊，大炮啊，各种什么都有啊，模拟一战啊，真实战场啊，真实战场。谢老 K。哎，我尽量猥琐吧。谢谢我们的呆头呆脑。上面的望远镜歪了，我操！没有地雷，说没有人。我操！好像有人看到我了。我都是高手啊，都是高手。我作为一个狙击手，我很慌。那边打得很嗨吗？那边？我坦克，坦克，敌军坦克，他没看到我吧？应该没看到我。来，朝我这边过来了！我操，朝我这边过来了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. 我一定要猥琐，一定要猥琐。这飞机是我们的飞机，我们的飞机。一定要猥琐啊！这友军，友军啊，敌军，我操，敌军蓝色的，对吗？哇，那边打得好激烈啊！我都不敢过去啊！作为一个狙击手，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猥琐，对吧？猥琐啊，猥琐！我周围有人。有人在叫，哇，谁啊？哇，这飞机在投雷，我操，在投雷，准备躺赢了。蓝色是友军啊，哦，对，蓝色是友军，红色是敌军。我看错了，我操，我93分，敌军是105分，谁先获得1000分，哪边就会赢。啥问题没看到敌军，这边 F 点再站回来，看到友军了，友军一个，敌军在哪？山头有一个，看到了狙击手，我操！好，队友打爆了，没关系，其实我是给队友机会啊，所以这个没有一枪爆他头。这边有个队友，有个兵，队友啊，跑过去，没事，猥琐一点，我怕他们开飞机干我。蓝色被我们占了，我操，一个骑兵，我操，队友骑了个马，很牛逼啊，骑马很牛逼啊。谢谢小瑞，我只要不被发现就可以了，其他的慢慢来。啊，这是敌军飞机，楼上有个人，我操，差点爆头，我操，晃了一下，爆头死，打掉对面狙击手，解决。我听到声音了，先猥琐，我操，吓我一跳啊！队友，哎，那边有匹马，骑兵也是队友，别急，我操，这飞机开的你妈好刺激啊！啊，差点把我刮死，这边都是队友，猥琐，一定要猥琐。
被 F 被炸了吗？被敌方炸了，上面一个火炮。啊、这是我！哎呀，我操，这队友啊！打我干掉！上面一个狙击手。我队友是不是傻逼？在石头后面打不到。哇、哦！你取得基地，看到了。漂亮，爆头死。双杀狙击手，右边有个，右边有敌军。漂亮，三杀，漂亮。那都老外啊，都外国人。我先猥琐吧，我们这边开了一个坦克，然后那上面有个狙击手，那上面有一个。别急别急，猥琐猥琐猥琐，一定要猥琐，别急。咱们不适合冲锋陷阵。我操，留局了，我操，不会吧？他爹啊！我不是到了吗？我们留局了。啊，这边我们有一个队友。一定要猥琐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 George. 我操！我感觉我们队友有点弱，真有点弱。山上有没有人？谢谢你的杨哥不见了，送来了宝剑。来看到子昂，在那儿。F 点被炸了 ，F 点。说明这后面有人啊！我操，能不能不要害我这个人？这里面有人，冲吧冲吧，突击兵冲吧！哎呀，我操，队友挡了一刀，尼玛！助攻！哎呀，队友为敌人挡了一枪，尼玛，是不是傻？他走我前面干嘛？坦克，我们坦克，干掉！啊，那是我们自己人，我们自己人骑车的，自己人开车的。我操，惨叫声好激烈啊！这惨叫。我已经三杀了都，三杀零死啊！哇、哦、他妈，对面占那么多点，我操，这把要输啊！光靠我一个人不行、啊，不行，我要换突击兵了，我要过去突突，我要过去突突，看来有狙击手在狙我。奇怪了，尼玛，我那么牛逼，尼玛队友怎么这么垃圾啊？啊，这队友，我这两个人怕两个，这边怕两个，我都不敢上前线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Duff. 别急别急，猥琐，别急，蹲点来，蹲点来，一定要猥琐。一定要猥琐！那边我们的坦克，我操！你别暴露我好不好？这谁啊？别在我面前好吗？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等会儿。哎，这他妈队友，别暴露我位置啊！F 点没人站，没人过来站。一点没人去站，一点。我这守一方、哦。
话，你是不是傻？啊，我是干呢，跟踪我干嘛 ？F 点被占了 ，F 点那边有个坦克，有个坦克，敌军坦克，敌军坦克，不行，坦克我打不了，坦克我打不了，坦克我打不了啊。我操，这个坦克尼玛！骑兵，我骑兵干坦克，你找死啊！这个人这么刚烈，跑了跑了跑了！没人开坦克过去吗？来取得 C D E F 被拿了，我们 F 被拿了，死！我坦克看到我了，我操，坦克看到我了。我坦克来了，坦克来了，坦克来了，我坦克来了。爆头，来解决。坦克，我操，我连杀五人，我在这个点连杀五人，这你妈这坦克怎么解决不了啊，我操，五连杀好吗？不行，我找个点去，找个点去狙他们，我部署到 B 点重生吧，到 B 点重生， B 点快被占了， B 点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，我先用这个手枪吧。我操！听到人声音了，我可能会死。我先上楼梯，占领一下制高点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一定要稳，一定要稳！我操，一定要稳！猥琐，猥琐，一定要猥琐再猥琐！你妈，这边狙击阵地不是很好啊？那有狙击口，我露个头。哇！我操！两个，两个，两个，两个敌军。上面 We have lost objective dark. 哇塞，没子弹了，狙击手得狙我。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Edward. 我差点爆头，我操，没子弹了，我操。我操，我先回个血，我后面还有个狙击手得狙我、哦、我们狙击手，我方狙击手，我方狙击手，我利用数字掩体来狙的。哎！这小逼死定了，这都能看到我！我操，你死定了！我操，你死定了！啊，只要我这子弹打过去，他们已经换位置了，很快，速度很快，小逼！啊，骑兵 ，Go！ 骑马与砍杀，大家好，现在这个直播的游戏为骑马与砍杀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Duff. 叫，叫叫！我上桥打他们狙击手去。Halfway there, the enemy. 哎，这边有个敌军骑兵。哎呦！我操！干老子，我骑战是吧？你他妈！哎，小 B 挺灵活，小 B 啊！给了给了给！我操我操！不行，我操，用刀吧，走了，不打这个了。这是谁啊？这个兵？
这狙击手在狙我，狙击手在狙我，我上山了。哎，这边有坦克，啊、敢狙我的马啊！上了一个天桥，等一下，猴子。哎，不是，这马的速度怎么跑那么慢啊？加速啊！这边两个狙手，妈，过来报仇了！让你躲，哎，狙击手呢？我操！肯定在这一圈，老躲。下面我们的坦克，我们的炮。始料未及啊！尼玛，解决！就知道你个小逼躲在这里，干死你了！来一个死一个啊！还有个呢，还有个呢，还有个呢，不是两个吗？啊，过来爆头的。小心！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！We have lost objective apples. 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. 哎，哪个这个是下马的？我的妈！我突然忘记了，我操，完蛋了，下不了马了，我下了。防弹衣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. 防毒面罩。靠，没有狙击啊，这把用这个打，这把都没瞄准，好吧？没有瞄准镜，怎么打 ？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. 我杀他两次，他杀我两次，这个逼，你个逼又上来了啊！又是你啊！我操，又是他们俩！我操，又是他们两个，又是他们两个！我去，他们俩走一起的，啊，坑爹啊！我操，坑爹！不行，我换个兵种啊，医疗兵，突击兵，突击兵，不是突突，怎么这么多人开坦克？五个人开坦克，返回战区！哎，谁他妈把坦克开到这了？完了。逃兵，我这个开坦克的队友真的好他妈傻啊，我真他妈傻啊，这个来，我来开飞机，我来开飞机，我来开飞机，飞机有谁开了？会不会开啊？我操，去开飞机，来突击兵，突击。We are losing objective Charlie. 我干这么激烈啊！我要上去爆头。我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了。在周围，我们坦克是不是少一架、啊？刚才坦克失去目标 ，F 点备战。他们这边在哪边往？往前面压，前面很多人吗？前面压。我操！我操！这么嗨啊，大的。上面那个敌看到了。坦克上，我靠，这边这么嗨吗？坦克，对面一架坦克，我们这边两架，应该没问题，打的应该没问题。对面的飞机，击毁机翼，漂亮。
飞机不行了。再见。那你看，他没子弹了，我操！哇，沙尘暴，沙尘暴！这个时候狙击手没用了，这个时候绝壁没用 ，A 点备战，我们要赢了，我们要赢。一个伞兵，一个伞兵，敌军的伞兵，我这把捅了。看到了，当我打爆那个飞机，下来一个人，一个伞兵，就在这里，就在周围，我得教育他。开车，看到了。我操！让你走，兄弟们。哎，狗屁！一瞬间跑不见了，我操！我捡敌军的枪吧，没子弹了。上 F。这边有人，进卧倒。哇，这坦克谁开的？我操，沙尘暴打仗，我尼玛感觉有点蛋疼啊，谢谢无奈。看到了，我操，又消失了。占领地，占领地，地点炸了，漂亮，拿到。C 点 ，C 点那边很多人，来 F 点 ，F 点，把分数拿回来，现在780分，我们780，哎，有把枪，干什么？这谁开的坦克？漂亮，拿了把枪，漂亮，又能突突了，突刺！啊！上 F 还 F。没有体验，哇，这边好难发现人啊！一定要小心点，沙尘暴。我操，有一个，下面。再见，死，搞定。国旗漂亮。C D E F F 也占了，他们拿了 A B， 对面拿了 A B， A B D G 基点，基点肯定最薄弱的，我去单拿基点吧，去单拿基点好了。模拟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然后飞机、坦克、大游艇、大火车，什么东西都有，战船，打仗。那我这边上阿拉伯军，对面是英军啊，这飞机是我们的友军，蓝色是友军，100-100，100-100，占领夺取分数。谢谢我们的冷阿泽，基点那边肯定没什么人，基点那边，我估计这个趁着沙尘暴，我过去突突突，说不定我能突死三四个，突死三四个，一个人拿基点。谢谢我们的西木宋大神，我操，感觉跑过去好吃亏啊。他们的火力集中在于 A 点、B 点跟 D 点，G 点肯定没多少人，G 点最多两个人，两个人的话我有信心，我有信心打得过。这些沙摩卡送大瓶，我他妈我都杀了十几个了好吗？我只死了两次，杀十几个，什么叫神？只要沙尘暴有的话就没问题。看到一个，在这儿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.哎，再见，搞定，解决。我都说了，这边最多两个人，我自己解决。那傻逼！谢谢四面楚歌，单独占基点。发现坦克装置，有坦克。这边我守个点，单拿。在这
这个点转一圈，基点转一圈就是我的了。别急，这个人傻，他不是人傻，他想刺我，刚才想刺我，结果被我打的没血了，想跑。跑是不可能的啊，见面跑是不可能。我操，有人来守了啊！队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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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好。一个骑兵，他肯定会死啊！你们信不信？他肯定会死。这边开坦克来了，我操！开坦克来了，我操！我操，漂亮，打死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George. 在山坡，山坡，山坡，没打死，没打死，还有一滴血，还有一滴血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 George. 漂亮，战机。他没多少血了，肯定没多少血了。我操，我没子弹了都。差一点，骑兵打死了吗？这队友，这个骑兵，我打一半血了。哎，我操！狙击手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，九二，九二分，直接拉他们一百多分，他们不可能，他们不可能赢的。我最后的十几发手枪子弹，不然能干死一个。要近距离的话，应该没问题啊。We have lost objective Freddy. 我操你妹！反兵一个，友军友军，基点这边暂时没人，暂时没人过来站。基点稳拿，基点稳拿，只要守好基点的话就能赢。我们的 B F 点，我操！狙击手，我操你们！狙击手，我操！最后两滴血，最后二十一滴血。We are losing objective George. 哇，这边有个兵，怎么不过血？这谁啊？我死了！这都会死啊！我三个兵，我三个兵，我操！再来一枪，我再来一枪，他死了。操你妹，三个兵，我去，主要没子弹，他拿的是 C96 卡宾枪，我他妈充钱的吧，啊，武器那么好，哇，这是太废了，我勒个去，这队友太废了吧，单独击点好吗？开坦克，我这谁在开坦克？动啊，这坦克为什么不动？战战要输了。哎呀，我勒个去！打飞机，打飞机，罗奇漂亮。不一定输，971分。兄弟们，哎呀，主要是守不下来基点，武器也不多。他那边有一个人，这坦克他妈谁他妈开的呀？我操，没人开啊！哎，天哪！有人开了，有人开了！狙击手，看到了，上面有个，两个狙击手，敌方的，只要狙击开近就会冒亮光。打不到，我操！这边还有一个。999，999要赢了，漂亮，胜利，领先40分，惨胜，惨胜。罗奇32，小队重生88，对面小队重生109。
只要是对面这个落后我们五十分，落后五十分的话，死的人比我们多十一个，耗时31分钟解决。躺赢啊！你看看，给你们看看我的分数，什么叫躺赢？等一下，得分板看一下得分。我主要进去的有点晚，进去有点晚。热曼帝国，我操！我得分那么低啊！你妈，第一排看不到我，这不科学啊！123，84击杀，54死亡，4800分，4800。哎，行了行了，100人排23名可以了，行了，不错不错，还行，我要求也不高，对吧？100排23，可以的。他第一名，他们得的分他比较快嘛，啊，我狙击手主要是守点嘛，对吧？借风口。宙斯，什么宙斯啊？第一名叫宙斯吗？啊，游戏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开飞机啊，开坦克啊，骑马啊，各种兵，各种兵种啊。锯齿刃5块，什么鲍尔泰克锯锤，这什么什么鬼，什么鬼说？德意志，我是德军啊，啊。我操！这他妈这个战场有点头疼。跳伞！跳伞！在农在庄园里面 ，A B C D E F G F 点。我操！我跳进，哎呀，我跳进了敌军阵营，去你妈！全是敌军啊，这！哎，一看不对劲，哎，怎么没有标？哇，这敌军阵营啊，6个人，你妈6个人！哎，我操！我怎么跳到这了？坑爹！1点支援一下，一点这边有人，进出屋的可以100%摧毁啊。变猥琐一点。这个街道里面有没有人啊？我就喜欢阴人啊，我就喜欢阴人啊，阴个毛鼠。哎，这门怎么被开了？有人吗？没有人啊，我也没开门啊。骑兵，敌军的，我操，跑了，我操！哇，坦克！哇，两个兵骑了一个摩托，两个兵来了。哇，三个四个，哇，全是敌军啊，你妈不敢打。漂亮，打中2枪，76滴血，在我打中一枪他就死了。哟，哇，这是坦克把房子给拆了，我操。战役，漂亮，上了！我操，这个飞机很是烦啊！这个飞机，征服多席，漂亮，拿下，拿这个！尼玛，吓老子一跳！队友跟队友，这是个医疗兵，
来吗？那边有个人。An anti-vehicle kit is available near your location.看到你的屁股了，不好意思。然后拿把枪啊。蹲草丛，阴人。哇，这枪好好啊！这枪这个瞄准特别好，哇塞，有钱人啊！我抢了一个有钱人的枪，这枪牛逼！最好不能死。不行，这边不来兵，怎么回事？不来兵啊！让他们去站点吧。失去目标兵。听到有人说话，这房间里面肯定有人。看到了，我操！这刚才那个人，我操，他看到我直接秒杀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我去，刚看到他开两枪我就死了，我刚瞄准尼玛就死啊，这么牛逼啊！牛逼小伙子，牛逼！这小伙子真厉害啊！这小伙子真厉害，他枪好不是枪法好，他打我两枪，我这个枪要打了很多枪，他没有打我头，枪法好啊！不，枪好枪好，不是枪法好，有钱，这小伙子有钱的很。你还在游戏就是妈比音，你妈在屋子里面躲着就是比音，我操，不行，我也要猫个地方，等一下我去猫一下。哎，但是好像要赢，哎，好像要赢了，我开坦克吧。借三七去皮送的乐乐宝剑，这你妈来，谁在炸我坦克啊？换个位置，这里没人啊，再换一下。哪狗逼的炸坦克？不行，哎，偏要逼我下来教育你啊，是吧？别让我发现你。这边屋子没有几个人，过去搞他们。不是刚才的位置吗？医疗兵。We are losing objective Edward. 一定小心点啊，我去楼上吧。楼上有没有人？我听到坦克的声音了，我操！不行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你妈阴人。不太好，我去前线，去前线拿分也好啊。看到两个，终于看到两个兵了。我手榴弹，我操，手榴弹弹片，弹片把我炸死了。好弹片，我去低点，低点，低点或一点，一点很多人站，一点很多队友在站。一点，哇，这位大兄弟打什么迫击炮啊？打飞机啊？哎，这个牛逼！
哎，这个炮牛逼，这个炮牛逼，这个炮，我过去冲。一战敌，战敌。我操，两个坦克，我操，两个坦克呀！我敌军坦克看到了。啊，大哥，别轰我，大哥，别轰我。这里面有人。看到了，好，看到了。骑兵，敌方骑兵，我操。一枪死，然后打中三枪都打不死。K 弹是什么鬼啊？是什么弹？这他妈全土豪啊！妈，我拿把新手武器，他妈的妈全他妈的，哎呦！ An anti-vehicle kit is available. 狙击 K 弹吗？一枪死啊！我说我武器不好，你打他，打中三枪才掉59。掉59，连血100血嘛，除非爆头，这哪有机会爆头啊？那反过来就是一枪或两枪，我勒个操，真他妈狠！解决，打死，他妈骑马。是不是脑残？一点，再见，解决，狗逼玩意。战一，战一，战一。战一，战一。战第一，我操，这里面草丛里面有个人啊，小心点。哎，我坦克呀，我操，碰到坦克了，去你妈的，完了，我死了。哦，这开坦克的好烦啊。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Duff. 你开坦克是吧，老子开飞机来，看老子今天不干死你们。我操你妹，这边准备投雷，看位置啊，这边是吧？去你妈！哎，投错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哎哎哎，这飞机，哎呀，这个飞机子，去你妈，中！哎呀哎呀，冒烟了怎么？哇！坦克，哎呦！啊！
点 C 点。中了没？中了没？我操！中了没有啊？我操！我丢中了没？感觉那么奇怪。谢谢小熊内裤送的440大保健。我张娜，张娜，大飞，大飞。3、2、1，这个坦克，去你妈中！吓死了！We have lost objective apple. 吓死了！谢谢王大锤送大锤。Halfway there, we have the upper hand. 别急哈，职业飞行员就是空军。投弹。我操！我一定要找机会投弹。你妈都没投到人 ，F 的。谁他妈打我飞机？哎，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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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操！啊！我要坠机啦！我操！我要坠！真他妈！我操！这个飞机追着我的。这飞机，我操！我觉得我飞机开的不错，就是没投到人。谢分手把锅还给我，送六六保险。你妈 ！We have taken objective Duff。分数是53540比440。突击兵、医护兵，我当医疗兵吧，去救人吧。当医疗兵好了。医疗兵，医疗兵，老中医。好，跟着这个兵吧，跟着这个兵。哇，他也是医疗兵，我也是医疗兵，走吧。先分手把锅还给我。大炮。干起来了，干起来了！我操，对面坦克吗？我他妈看到我这窝的哇，要死了！咋把好坑啊？咋把好坑啊？我怎么兵都不好使啊？就是要跪啊！哎，别打扰了，有个人死了，我过去救他。我操，这都突不过，52级这个逼人，52级啊，这么牛逼啊！买枪买不起，买枪要钱。你要么就要钱，要么就玩得很久，还行。再买枪。那我就是个医疗兵，枪。干坑，够！本来想过去救人的，尼玛就给我自己倒。又是这个52级的，我操！
这样分数被拉开了，等我肯定会死，等我肯定会死。嗯，红叶又是个 B， 这个 B 很厉害。骑兵，打翻，漂亮，解决。我操，没翻，差一点。你说我身为一个医疗兵，对吧？来送你了，你攻击了我，漂亮，搞定，给他扎了一针。哎，要死啊，要死啊！我操，对面点全战啊，这样把分数拉回来就有点头疼。因为是敌军的，妈搞那么激动，一见面就开枪，哎呀妈，你激动看吧。我烟雾弹，为什么我们坦克从来没开过来啊？他们坦克站点很厉害。快站好了，五十弹，毛头灭罩。我操，收了，哎呀，半神炸弹，我勒个去，你说我身为一个医疗兵，我想过去救人啊，结果踩了炸弹。没人玩坦克呀，这地方是坦克全他妈是敌军的，哇，他们坦克一去一个地方就占一个地方，去一个地方就占一个地方。打死了，再来一枪。不是，对面怎么坦克那么多？怎么？我们坦克呢？我操！我们坦克呢？漂亮，中两枪，要死要死！哎，要死了，队友都不补位的，我操，这不补枪、啊，就在后面再打一枪就死了。哎呀，这狗屁坦克又来了，怎么搞？两个，两个坦克，我操嘞！我三个，三个，三个坦克，三个坦克，三个。我去救人，我来救你。哎，人呢？哎，我们坦克到了，我们坦克到了！我操，我们坦克好傻逼啊！一点一点去，一点去，一点去拿一，去拿一，借四八六。我操！这边三个兵，你妈，短喷，短喷，不行不行，我还是救人吧，我还救人为主吧。这边十六个人需要我救，这边十六个人，能救人就能打增援，能打增援就好。
我三个，手榴弹，操！哇，真的好快，我操，真的好快。B 点最激烈 ，B 点最激烈，只要拿下 B 点的话，应该火力可以压下去。我就压 B 点吧，就压 B 点。我这有迫击炮，迫击炮是别的兵种，我是医疗兵，医疗兵救人的。死，几个？一个。医疗兵也可以，哇，就两个人。别死过。哎！我操！哎呀，我拿针管进来的，不拿针管进来，我操，这五个人都是他们的人啊！我不拿针管进来，至少杀三个。我的天 ，B 点占 B 点占 B 点 ，B 点最激烈 ，B 点一旦拿下来 ，B 点拿下来之后，其他压力就会小很多，压力会小很多，他们不能在 B 点复活。丢了毒气弹，丢了毒气弹，只要打下 B， 只要打 B 就可以了。我操！哎呀，操你妹！快点，只要打 B， 只要打 B， 无限逼负我，无限逼负我，拿下这个点，拿下这个点，他们对面全部火力在推逼，我们也要推逼，推了 B 就能赢，推了 B 就能赢。我他妈是不是要换个兵种？只要推逼就可以了，推逼。我要是能在战场上面能救两个队友，那也很好。队友死了，我得赶紧救。我看哪边死人了，前线死人我都不敢过去救。好，救一个，漂亮，急，职业老中医，老中医。我操，他们拿 C 啊，拿了 B 之后拿 D， 拿 D， 现在分数相差不大，分数把他们打火力掩护，不管能不能射中啊，子弹一定要多。子弹一定要多。漂亮漂亮，一点上了，一点上了，爆大团。哎，这边有个兵，我操，哎呀，这个阿拉伯劳伦斯，阿拉伯劳斯又是个土豪，我操，这个手雷范围也太大了吧，这手雷刚准备救人，我 B 点要被占了， B 点要被占了。We have taken objective Edward. 这土豪有钱得很嘛！哟，我 B 点好像坦克。我操，背后有一个，你妈手榴弹炸死一个人！我随便丢了一个手榴弹炸死一个人。我操 ！B 点没拿 ，C 点没拿，我是拿 A， 还是跟队友？还我是医疗兵，应该跟队友走吧？不应该走单吧？因为 A 点这边肯定是他们最薄弱的地方，他们肯定没有人在，肯定没人在。对面出飞顶了吗？最后五十分，赢了就拿下，分数相差不大，我只要拿下这个点，拖时间就能赢。我坦克，我操，再来一枪他死了，打了72滴血，进坦克了。操你没进战坑了，我的个操！我还以为进坦克了呢，去你妈！
哦，这 A 点拖了点时间，拖了点时间，漂亮，拖时间了，只有一个。哇，开什么 B 坦克？爷妈！只要拖他们时间，他们不占分就能赢，就能赢。哪怕直接去 A 点送死都可以。这个雷，漂亮 ，A 点拿了，绝对赢，绝对赢。两包。Yeah, that's the answer. 995分，996。再见，最后一分，拿到。我一个伞兵，是不是有伞兵？999。我操，赢，相差8分，我相差8分，我的天，吓死我了！尼玛，差点被他占了，这个点被他占了，尼玛我们就得不了分了。他们得分现在涨分比我们快。谢天才小熊猫，差距真不大，9分差距啊！啊，谢谢小白送大瓶，又赢了，看到没？赢。赢下一个战争就是那么轻松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主要是主播太牛逼啊！主播太牛逼，太牛逼了！谢谢小白。你看排第18名，虽然我杀人不多，但是我救人多呀！啊，虽然我杀人不多，得分多啊，因为都是基本的站点，100个人排18也可以了。要往下面看的话，那坑得要死，对不对？还行。这把扮演的是德军是吧？德军哈，谢谢小白送大瓶。对呀，我医疗兵我死了不就死了吗？对不对？我救人加分啊，站点加分啊，主要是站点啊，你杀那么多人有什么用？是不是？嗯，你看100人，那为什么我排第18名呢？啊，那说明什么呢？